归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。《弟子规》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而写成的日常生活规范，它告诉我们，做一个人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姊妹。做到了这一点之后，就应该要对朋友讲求信用，行为也要端正严谨。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意思是说，对于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我们都应该要一视同仁的爱护，对于有仁德的人，应该要多亲近。当以上这些都可以确实做到之后，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，就应该好好的学习典籍以及其他有益的学问。